由卫报评选的2022年百大球星排行榜，上榜的阿根廷冠军球员正好11人，他们分别是奥塔门迪排名第100位，利桑德罗·马丁内斯第81位，罗梅罗第72位，劳塔罗第70位，德保罗第48位，麦卡利斯特第47位，迪玛利亚第38位，阿尔瓦雷斯第32位，恩佐第21位，大马丁第20位，梅西第1位。每年卫报都会进行百大球员的评选，每位评委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40名球员，排名第一的得40分，第40的得1分。任何进入榜单的球员都必须得到至少5名评委的投票，这也是梅西第6次在该评选中获得第一。此前的2012、13、15、17、19年球王均名列榜首。2022年排名前10的球员中还包括姆巴佩、本泽马、哈兰德、莫德里奇、德布劳内等。 C 罗在本次的榜单中排名第51位。